现在要出去工作喽，待会见。可以拿起来玩，就很有趣。我回到家了，然后呢，我刚刚在床上啊，就发现了多出了这个，看到没？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？它就是日本现在还蛮夯的一个水果软糖。那我之前只吃过葡萄口味的，我也没吃过草莓口味的，那就来试试看好了。哦，这个是我哥给我的啦，不是路上捡的。好香哦，草莓味超香的。诶，好，我现在试试看哦。先把咬一半，它的皮真的是脆脆的，然后不是真的是，它的皮就是脆脆的，然后里面吃起来就有点像草莓果肉的感觉，然后真的有草莓籽，它真的有点像是在吃草莓，难怪它这么夯。Hello， 今天呢要去一个桃园的市庄工作，所以呢我待会就要出门啦。那我现在就没有上妆，那我们待会就要去桃园喽。
然后我现在回到家了，要来煮面吃。可怕的事情就是刚刚给大家看那个燕麦糊的时候啊，我的头发不小心烧到了，不小心你看卷起来了，好可怕哦！但是在厨房的时候啊，还是要把头发绑起来，不然真的很危险。好，我要去煮燕麦糊了。燕麦面，yum yum yum， 又来吃燕麦面了。红酒咖喱，红酒咖喱在这里，你还没混在一起，已经混在一起了。哦，没有全混了，混一点了。噔，透了呗。有一只弄啊，给人家吃，吃的好不错。Do you want a fight？ 好啦，我要去吃我的午晚餐了。那今天的 vlog 就结束喽，拜拜。